多吃点，胖也没关系，反正你也胖，反正你也胖。这个其实，先取消它算了，不用先取消。他本来整体写的挺好，但是他后边有几个字写的不太行，我就把它取消了。希望粉丝们和睦相处，然后我们也会时不时来微博上面看看你们，然后也不发一波，然后也不发一波。张嘉文可以哭，张嘉文哭，张嘉文哭，你不是不喜欢在那个机场上被别人拍照吗？不是机场，就是私底下的时候，假装拍一下吧。你越来越够无聊了，你越来越够无聊了。越来越可爱，越来越肥，比我们都肥。肥的都不敢嘲笑我们的那种。你戴帽子的时候，大家都给你取了名字，就是那个大草莓、大榴莲。真的要停止，你们不要再这样了，我警告你们，我警告你们。第二个问题，这一次的小金条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是有两边是那个红色的鳄纹的。你是看中边在看直播，边在做笔记吗？我之前就有一定的了解，然后刚刚又看到了。麻烦你好好说话。麻烦你好好说话。